来看陆港店的顶国小训练学生文泽品娜，已经是有17年的经验啊。这摆学校这品娜团将全国国赛第一名的资格参加到全国比赛，在这学校这个老师的训练之下，总算是无辜负着大家的愿望，取得到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陆顶国小就表示讲，伊这偏乡地区的学校，甲这大都市学校学习的资源来比起来，会当得到第二名是真无简单的，嘛是因长期努力的成果。陆港镇陆顶国小参加全国的纸笛大赛，是得到全国第二名，和陆顶国小的师生是相当欢喜。校长涂胜发表示，在爱感谢纸笛团的基础班真侪老师整合训练，总算是将这陆顶国小纸笛团来推向全国赛，这嘛是17年长期经营努力的成果。伫这偏乡地区学校来讲，即个当得到全国第二名是相当的不简单。以这一次参加全国比赛直笛项目的这几所学校来讲，其中有4所是来自台中市。那我们所了解，台中市它本身就是直辖市，他们那边的社会资源一定比我们比较城乡落差的这些学校一定来得好。不过我是觉得利用这个机会，刚好告诉全国所有同胞哈，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把我们的小朋友的能力给看低了。以洛金国小这一次的成果来讲，事实上我觉得，我感觉长期累积一个爱心、一个耐心、一个持续力的发展，像我们何吉主任对于我们音乐社团的一个付出，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而这10年其实是很少有学校能够持续这么久。陆顶国小的学生表示，为3年级开始就接受着纸笛，不断来练习。中午有真侪辛苦，在指导老师带领之下，参加无数的比赛，累积经验。这个会当得到纸笛全国第二名，是相当欢喜。我们学校有分3个阶段，就是 C 团、还有 B 团跟 A 团。A 团是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然后这一次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全国赛，所以我很开心可以拿到全国赛的第二名。我觉得我练了很久，就是因为我从3年级开始练，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练直笛的好处是因为可以培养音感，所以这次能得到第二名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陆顶国小长期真努力打下良好基础，嘛总算是打出了名声。事实上，陆顶国小唔那是有直笛团，因也有木笛、陶笛、管弦乐团、乌克丽丽、萨克斯风等等的社团。在历任校长也有会长经营之下，在各国小当中表现拢是相当的杰出，是一间音乐特色的学校。校长表示，希望陆顶国小未来能成立音乐社团奥运会，组成陆港管弦乐团，培养更多音乐人才。中央新闻罗清龙陆港报道。